希望最近也最有颜值的舞蹈频道，我是你们的古典舞主播七七，感谢 VI 哥，谢谢。喜欢七七的话，可以点一下七七的直播时通知，然后左上角的电脑左上角的五星无限嗨翻天，然后舞蹈之星大赛的预约也可以点一下。舞蹈之星大赛是今天的晚上，大家有空的话都可以来看一看啊。这是粉衣服啊，选的是粉衣服啊。然后有三首曲子，准备了三首曲子。然后给大家看一下你们喜欢哪一首。哎，选一下啊，让我截屏啊，准备三二一。好，第二首叫秋夜吟啊，好，一首秋夜吟送给大家，希望大家喜欢。秋夜吟，我觉得穿旗袍的一个特别大的好处就是弯腰不怕走光了，随便弯。
电视剧里的曲子吗？你们先听一听。对，《西游记后传》的，好聪明啊！最渴望
是相思，守着爱怕人笑，还怕人看清。春又来看红都开，竟不见有情人去采，烟花拥着风流真情不在。最渴望却故人诗，最不屑一顾是相思，守着爱怕人笑，还怕人看清。春又来看红豆开，竟不见有情人去采，烟花拥着风流真情。谢谢大家的小礼物，感谢小九，谢谢大家。我九四年的。头发散了，跳的。好小吗？九四年还小吗？我觉得歪歪上好多都十几岁的主播，经常连麦。我都觉得我自己年纪好大了，看这像18吗？过奖了。谢谢，感谢大家的夸奖，谢谢。刚刚那首歌叫做《红豆生南国》，我那要还俗了，还俗吧。那我再跳《伴着女儿情》吧。是《西游记后传》，还是晚上好看？什么意思啊？悄悄问圣僧，女儿美。